非常好，那咱们走着瞧。你们好了没有？学校林告回来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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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发现吧？没没没，赵小倩，你是猪啊？人家心中都把答案腾给你，就知道睡。事已至此，反正试卷是你烧的，我又没动手。不是。 那不是你让我收的吗？哎，行了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先生们该回来了。是你，我收据呢。送你三个字，别多嘴。你什么你？别多嘴啊！ 先生，烧试卷？不是我，是刚才考试作弊不成？竟敢来烧试卷，不是你还是谁？真的不是我，李师兄。小满，说，为什么烧试卷？真的不是我。你，哎，听说六君子山内的考卷全都被烧了，徐监院正查着呢。 你这消息不灵通啊！这毁掉的大部分都是靖女阁的卷子，鹿鸣阁的倒是保留下来了许多。等一下，说什么呢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大家都说这火是靖女阁的一个小娘子放的，但好像扑火的也是她，一部分便保留了下来。走走走，又是她。 是你救的火，是你放的火。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？赵，笑，谦。我会把你的名字告诉先生，我也会告诉他火是你放的。还有，我的收据是不是你拿的？那对我很重要。 收据烧了，什么？烧了？你真的把我的收据烧了？对啊，刚才一起扔进火里了，你待如何？你知不知道那对我很重要？哎呀，你不怕我？我怕你什么？好，非常好。 既然你看见了，你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去，去把那老鼠赶走。
你看我干嘛？谁怕老鼠了？我就是觉得老鼠脏，脏你知道吧？去把门都关好。是。你怎么了？你仗势欺人。我没有，我哪欺负你？我没欺负你。那你到底有没有烧了我的收据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偷试卷的事，你敢说出去的话，你就别想读书了。小满，你今夜为何又回来？大家都说火是我放的，我想来找证据。众口铄金，你这样做是对的。有过当任，无过便要死守自己的公道。多谢师兄。我家田地被卖，本来想着日后赚了钱可以赎回来，还特意留着收据，可是现在收据被烧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记得从前在渔阳里，你最是好学。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世间万事都有途径，只是看你想怎么达成罢了。师兄是说，我可以自己赚钱。你记得当年我第一日到渔阳里，教你学了哪句诗吗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